住机舱门，飞上5000英尺高空。That doesn't sound impossible. 或是跳入加压水槽，执行复杂的动作场面。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在《不可能的任务》第五集再次挑战极限，这回他的新任务要消灭势力庞大的地下间谍组织，偏偏所属的情报局面临解散危机，他和队友孤军奋战，阻止对手引爆全球性的灾难。Are you okay to drive? A minute ago you were dead.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Leah!电影《寻找新乐章》改编日本人气漫画，日本新生代演员松坂桃李饰演首席小提琴家，因为乐团解散，在神秘指挥家策划下和一群业余乐手重新组团，窝在废弃工厂练习，被视为人生失败组的成员重拾信心，前进国家音乐厅，在复出演奏会当天为观众献上精彩演出。日本男星北村一辉主演的电影《猫市》受到爱猫族热烈回响，推出续集。片中北村一辉饰演外表凶悍的剑客，却对可爱的猫咪毫无招架能力。为了找工作，他带着收养的白猫在海上漂流，没想到遭当地土著掳走，最后靠着萌猫解救躲过一劫。温馨又爆笑的剧情融化影迷的心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